们的女孩呢，其实在冲关的时候身轻如燕，对不对？完了那个来，你觉得咱们女孩优势是什么？来讲讲。我觉得我们女生呢有耐心，而且柔韧性比较好，在各个环节当中呢都占有优势。这样，我们的队长请到起点那边。好，我们的女孩子到了我们这个闯关的开始的位置了。你想从这儿到达终点吗？你干嘛笑场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当然没有意见了，好吧？虽然说有点不好使了吧，但是我相信这次应该好使了。好，100秒的时间，准备，开始。Come on， 来，咱们女孩子的口号，你们队伍的口号是？谁说女子不如男？女人能撑开天线，再加油！加油！壁虎强。四肢的协调能力确实啊非常的好，云中漫步，注意啊重心，好，选择爬着过去，前后重心的交替，稳一点，你的时间还有65秒， OK 的，加油，好，滑下我们的钢管，漂亮，来到翻山越岭，这个是腿和腰的配合，我觉得其实小心小心，慢一点慢一点，女生啊，我觉得女孩子确实在力量上要逊于男生，但是你要稳扎稳打就能到达终点。接下来快乐的我们的滚滚筒，漂亮，这是我们女生的优势，幸运球3次机会，失败了1次，好，哎呦，来抱一下，在刚才的比赛过程当中，我们的女孩队赢得了1分，你们却失败了。接下来你们第二位要出场的是，来，有压力吗？还好吧。还好，哎，有什么要对他们说的吗？咱们男生老爷们儿开玩笑呢。我尽量让着你们吧。哎呦，咱这边。你不用让，你不用让，公平竞争。笑脸，公平竞争，等一会儿看你怎么死，好吧？来，首先我们的女孩子做好准备，到我们的起点。哎，到这里面来。100秒的时间，准备，开始。加油！第一关，鲤鱼跳龙门，哎呀，慢一点，第一回没跳过去，赶紧到我们的起点。来，时间还挺充裕，87分钟，87秒钟，快！来，我们的观众朋友也给他一些鼓励，来，掌声送给他。好，加油，鲤鱼跳龙门，这次能跳过去吗？刚才在上一轮当中我们的女孩获胜了，这一轮你们会赢吗？这次摔下来有些惨，还有60秒钟，快，没问题，1分钟的时间，加油加油，咱们怎么着也得过去一关，是不是？来，走你，来，给你们的队员加加油，来，好，女孩队加油，女孩队加油，女孩队加油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壁虎强，完成的不错，到云中漫步，看一下你身体的协调能力，包括你的平衡，踩在每一块板上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要稳，可以选择爬着过去，但时间只剩下6秒钟，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刚才挑战失败了，心里有点忐忑是吗？没想到自己
行了，有点累的，没想到自己，让我多喘两口吧。